基督之意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，生命泉源住在耶稣基督里，又住在我里面活着。我宣告在我里面的必须上一些更有
的主，主啊，你是永活全能的主，主啊，你是这样的一位主。主，这样很多时候我们却不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来向你服服，来向你祈求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个能够在你的宝座前，在你的施恩座前向你祷告，向你祈求。主啊，求你来垂听我的主啊。时间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开口来向神祷告，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。
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生命对周围环境的反应，主啊，是马上回到主你里面，是马上回到主你施恩的宝座面前，免得我们自己白白主有那么多的患难冤枉的来受，免得我们面对那些东西我们自己独自来承受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主，当我们认识到你是将会复活的主，你是将会很有能力的主，当我们愿意回到主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心中就要欢唱，主啊，我们就要将荣耀归给你，我们要欢唱在你面前。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心事像大穹苍，你的圣洁无人能相比，我要终日述说你的荣耀。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心事上大穹苍，你的圣洁无人能相比，我要终日述说你的荣耀，我要欢唱歌颂你无尽爱，我不出声咒也不停赞美，主啊，我们用我们有限的伴奏，主啊，用我们的有限，主啊，来到无限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主你不看我们所唱的好坏，不看我们所弹的好坏，愿主你在当中做鉴察的工作。主，愿主你自己喜悦，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人，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，带领我们接下去的时间敞开我们的心，你的圣灵在当中做自由运行的工作，使我们在你面前得听你的话语，生命得到变化，将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大家请坐。